那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合作过的男演员中，哪一个你会想要再一起合作的？应该是炎亚纶吧。其实我还蛮想再跟炎亚纶啊，然后鬼哥、小鬼，然后再拍一个戏。其实那时候的那是我们的青春。那时候我年纪很小，然后大家都疼着我，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想念那时候拍 MIT 的时候。